高家瑜在做什么动作？他其实真的担心他的初选哦会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要排出这个，就是破鞋子或破公司包，都是有一个大家典故嘛，就是他很勤快，嗯，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是要展现说他很勤快。然后第二个呢，他的个性就确确实实啊、喔，民进党里面很多人呢、喔，他确实是很懂得讨拍，嗯，所以这个网军里面的年轻人的网络上一个讨拍家，他们本来在就是网络上，他本来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政治网红，嗯，所以他这时候就可以做出这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很勤快，你那个无心贷，嗯，你不要想东想西，哦、你们不要想来挑战我。嗯、其实他其实在做的就是讨拍。那为什么会讨拍？嗯、他先前的是先前不认，但是他知道他的压力很大，哦，所以他也开始拉出十一扣反对排蓝民调，嗯，因为当然他就相信。 他最后有机会反对派来民调，又是带风向，又是在带风向。嗯、他也是相信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對了 S 2> 但是他在带风向，他是什么讨 <對了 S 2> 拍？他受到破坏，<對了 S 2> 然后受到破坏之下，所以他会拿的是。 现在还没有支持民进党的年轻选票。嗯，如果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只是在做一个逃拍的动作。是，来。第第一个台呃，民进党的民进党呃立委初选绝对没有排烂的民调了，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不需要被讨论的一个议题。我、嗯、就是一个全民调，嗯、而且已经走了非常行之有年，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那我认为对高高嘉瑜委员来讲，他其实最大的挑战和危机，其实不是在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嗯、因为民进党内初选就是知名度还是会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嗯、呃便便宜的。其实我最我认为他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大选、啊嗯 就算他通过初选之后，在大选，人家基金党会推出人啊。嗯，那那你，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你在这个每一个阶段，你所讲的话，谓的言行举止，你要自己负责啦。嗯，你你你不可能。其就是我觉得像嘉宇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民进党绝对是一个大开大合、大开大合，然后百花齐放的一个政党。嗯，但是不是只有你讲才叫百花齐放啊？嗯，批判你的人也是百花齐放之一哦。哎、就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里面是包括你讲，也包括批评你的人，何况、嗯、不要忘记就是你身为立委也好，身为议员也好。 你的话语权原本就比一般党员还大，嗯，还多，嗯、而且媒体，说特定媒体会捧你的场嘛，所以，我们这些基层党员，他就抓住机会嘛，就是说在党员座谈的时候，他会讲出来，或在他各自的脸书去发表。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可贵的民进党的力量之一。嗯，那我就认为他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哪里？民进党绝对是可以经得起被。 批评的这样的一个雅量，嗯、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做。嗯、但是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我常常讲说，我们要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嗯，就一波，我们刚刚你对这个动了跳心啦，哦、就说至少有人这样觉得，然后可能他内心有啦。哦啊、但是民众党、嗯、员支持者没有感受到这种跳心嘛？我常举例来讲说，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朋友，他现在生活，也许他呃啊生活有一段时间比较是脱序，然后没有工作。嗯、那我们既爱护他、照顾他，我们讲说。 哦，oh, 我感觉我建你，你爱振作精神哦，吼、嗯、啊，我找出一个套路啊，生活爱正常、嗯、啊，无你安尼吼，你安尼生活你可能那个關,关心嘛，那美国人偏心嘛，那美国人啊，你要假啦啦啦，你要无路用啦，什么等等，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政治人物讲出来的话，嗯，其实支持者也在评论你啊，啊，那支持者就感受不到这样，何况说有些事情。 你的评论不是基于一种事实描述的时候，嗯、那那党员各位更更在意嘛？哦、所以我，我我我认为现在面对这一件事情，当有人在评论说，哦，这个骂民进党党内的人骂民进党，就叫做民进党的良心啊，心什么等等，我我常觉得是啊，每每一个人都可以扮演良心哈，但是那个要基于说我们对这个彼此的关心跟爱护，嗯、还有基于事实，大家来做评论。你的良心你是啥？ 都我我这样一个人是不是良心？当然不能自己讲自己然后、嗯、那那我常觉得就是说，民进党当然是有些地方要改进，包括我们在每个参选的人来讲，我们有地方要做的更好。嗯、但是我希望我们真的期待就是，而且应该要这样子，彼此是站在关怀彼此的这个政党、啊。 啊、呃，这个东主写投票六一岛。哇，啊？啊，你有唱歌无？我<有>、啊、<laughs> 唱歌不是我的强项啊，<laughs> 但是而且教育你拍而且我认为在那个场合，嗯，根本不适合在投开票所唱歌。嗯、哦，那是一种尊重，嗯。 不比如讲，就是说，因为投开票所就是投票跟开票嘛、嗯<哼>。那那我坦白讲，你今天如果可以在里面唱，那一般党员，我说，如果我鲁我在里面我做烘焙可以吗？嗯、我来杂耍可以吗？你个讲阿妈都可以跳舞、啊。所以我认为，其实光光在在投开票所里面唱歌这一件事，虽然我们不是法律，而不是政府所办的公职人员的选举，嗯、但是我们基于对党的尊重、对候选人的尊重，还有对在场的工作人员的尊重。嗯、好好我我们当然就是。 去投票，啊，你顶多是记者在外面啊，因为毕竟是公众人物，包括我们去投票的时候，记者也会照个相。嗯、那我觉得就面带微笑，我们就把这个、啊。你有留着急张不？我当然买着急张。啊，欸、你鞋也有留的不破的？<laughs> 因为这样啦，我们觉得鞋鞋子如果坏掉该太坏，我们就适当的把它处理掉，不会不会专程把它留下来了。嗯、不会拍照了，<laughs> 不会专程把它留下來。不会拍照了，不会不会就留下来，<laughs> 就当我的我认为是这样哈。 如果我们高教也厉害，你知道，因个那时候的金桃嘛，很老嘞，那也要破了嘛。每一个在台台湾啊，无论是民进党或任何一个政党，你想要在激烈的选举中脱颖而出，我说实在，想方设法打家打给那种卯足全进呐啊！所以所以每个人认真程度。台大那靠王世坚。王王爷教我，我觉得这个重点还是出在这这里的，就是说，当你一个人获得很大的掌声的时候，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 你要看到这个掌声和关注度是来自于哪里啦？嗯，哦，因为我们毕竟是政党彼此在竞争嘛。嗯、那我今天当然我们不是说你的掌声只能来自你的同温层或来自民进党，嗯、我们没有这样说。是但是如果说一面倒或大幅度的，你的掌声来自于反对阵营的时候，嗯，那我们当然要去谨慎的思考这件事情啦。嗯、那我相信平黄世间议员他在江湖闯荡，政治政坛闯荡这么久，他当然有这样的智慧去分辨这件事情嘛。嗯。 当你的掌声或者对你喝彩的人很大幅度的都来自于反对阵营的人的时候，嗯嗯嗯、那你当然要去思考说，你到到底这样的言论对这个党是正面的吗？嗯、哦，那那我我觉得是、啊，而且对这个，毕竟我们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执政党，嗯、哦，就是说我们民进党没有办法代表，虽然没有办法代表代表台湾的全部，嗯嗯、但是民众确实给民进党这样的责任跟一个期待嘛。<是>所以说，我觉得对基于这样的期待的时候。 那我我们当然要，我们二零二零二选书，这是事实啊。包括我自己，嗯、我也参选现场选书。我们当然要深刻的反省，包括个人，包括党。但是再怎反省，也不能完全否定自己的价值、啊。嗯，这我我的个人跟这个党跟台湾是有价值的。嗯，我我们选书是事实。嗯，但是没有说到说我们要全盘否认我们守护台湾这个价值。嗯嗯，嗯这个初衷，<是>还有我们所做的努力。所以我，我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一件事情。<个>好，那我们今天。 支持者会很大的反弹，其实是来自于这里。嗯，就讲阿南书，但咱自己袂使输啊。嗯，阿南书把袂使讲，咱的收复人已经跟齐，各大各想都怀疑个底嘛。有<對>，所以我我我认为这其实是呃，民进党这个是深刻反省，也反省也不止说包括我们败选反省，嗯、<哼>也包括其实在党内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认为那个也都是反省的一环啦、啊。<好>为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嗯、我觉得。 呃，这也是大家对新任的党主席跟那个党的机器的时候，嗯、我们要去很认真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呃，台北市议员国民党籍有时惠跟他讲啊，呃，无心泰想要拉下高嘉瑜，自不量力，好、哦。 那我想请教，因为你是民进党党员吗我員、喔？我不是党，不是哈，我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会选吴欣代还是高我,我当然会去选吴欣代，我还莫名其妙被这个呃国民党的这个粉砖、啊、后做了一张图来消遣我，<laughs> 嗯、叫我姑婆，没关系啦。你姑婆哦、喔？对，我是姑婆，<laughs> 我跟那个王世吉一起啊，这个荣登姑婆。啊 <laughs>、嗯，但是呃，我必须讲啊，呃，事实上我不认为有议员他的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给各位看的这个是、哦、呃蓝绿一，呃在这个市议员的这个选举当中。嗯 在二零一八跟二零二二，你看到国民党的市议员，因为台北是蓝大于绿哦。嗯、那呃，但是在这二零二二跟二零一八，其实国民党是退步的，议员的票总票数是退步的。嗯、那民进党是上升的哈，所以这个是总票数的部分。那我再给各位看到的是哈。 这一个是二零一八年的这个港湖区当选的名单，其中我画箭头的部分是因为那一年有黄珊珊的参选，嗯嗯，所以黄珊珊在这一区呢，他拿到了百分之十二的一个选票。那高嘉瑜在那一年也参选，高嘉瑜啊，他当时当选议员的那一年，他是拿到了十六趴的一个选票，所以在多席次的这个选举当中，他是可以当选。那有议员说啊、哦，可是二零二五年呢，民进党在这一区哈、啊。 哎，这个呃，选票反而呃减少了。嗯、事实上，他不要忘记，因为台湾基金呢、啊，这个吴兴代医师，他在二零一八年呃，台湾基金也有参选，可是他的那个选票当时就一千多票。嗯、可是吴兴代。 他呃，这次他选举其实是一个比较佛系的选法，他拿到了一万多票，嗯、哼哼所以我不认为呃，真的会像游议员。那游议员可能是从蓝营的一个角度去分析，嗯、<哼>他认为吴欣戴是没机会。哦、但你从这个，我觉得从呃，现在高家瑜委员，那他在这个事后，包括说那一天的这个跟党员报告，嗯、或者是他这个旧鞋照，这一旦抛出来以后，他在持续的激怒民进党的支持者。嗯、那呃，民进党的支持者就包括呃，这。 者不一定都全部都是党员哦。那已经很多人都说，他们说他们觉得民进党在港湖区调一席立委。嗯 这个他们觉得无所谓啊，因为民进党如果真的啊不幸在这个初选，那高嘉瑜还是赢得了民进党的初选。你知道民进党的初选办法，你还是得提名他、啊，因为民进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但是这个就会交在，这选择权就会交在一般的民众。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因为高嘉瑜他可能想的他是哦、啊，他可以向中间跨，他可以拿到蓝的票，可以拿到白的票，可以拿到年轻票。可是经过了这一番的这个大车评以后，蓝的票会回归蓝的票。 白的票会回归到白的票，嗯、因为黄珊珊肯定也会出来选，而且他这个不是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呃，这个多席次的一个选举，嗯、是单一席次的选举，<对>所以我觉得高嘉瑜是必败无疑，必败无疑，好。